就将近尾声，但是我们觉得，若是您在这个时候心中有圣灵的感动，您觉得说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你愿意吗？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晚上你愿意的？我们可以请我们的乐队和我们的诗班，我们再唱一遍，好不好？这一首诗歌叫《这里有神的同在》。若是您觉得您心里有感动，您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耶稣做您的救主，你可以站起来和我们的诗班一同来唱，好不好？神的话，而且能够跟他们享受这个音乐，就是
真的是很感谢神。那我知道，我想希望说给大家有一个回应，有机会去回应。刚才没有人有这个勇气能够站起来，没关系。但是呢，我就希望因为每个人在你们节目单里面的